挡我路了，走开呀，走开呀！你们在那边挡，不用，谢谢。走开，叫警察走开，好不好？给他扣了，给他扣去。随时都说我证据，在立法院公布。111年3月25号，他就是个说谎骗子。你怎么看那个疫苗价格要封存30年？陈时中先生啊，这骗子都要进棺材了才公布，我不要，不要了，陈时中骗子啊！我是 WHO、FDTC 的专家，陈时中不能停稿，就是小狗了。你看警察的猥琐，哎，我犯什么法？我犯什么法？啊？请问你是骑车的时候被挡？我没有违法，警察就拦我，还是我撞他了？陈时中说谎骗子，担心要告你。哎，周委员你好。你也无甲我招，啊无我嘛甲你按人。等一下三一公证啦，加入已经合法啦，禁止也要禁止啦，确实啦，陈时中说谎骗子。好了 ，OK， 阿弟，阿弟今天再去哪？我跟委员报告一件事情哦，报告一件事情哦，只要陈时中来自己北投，我绝对会来，相信我，好，谢谢。而且我一定给你表达欢迎。我走，谢谢。因为陈时中在旁边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，我觉得陈时中他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，他做的如何？问的，自己问大家嘛，他做好不好，大家都有公平。我跟你讲，绿色就是说他很棒哦。来，就是比较偏蓝或中间选民，大家看证据就知道他做多烂嘛。而且他说，就是没有国家在公布疫苗采购价格，但是被挖出日本有啊。所以啊，我跟你讲，所以为什么我说他是说谎骗子？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他是惯犯了。陈时中就是个说谎骗子，你不爽就告我啊。那你怎么看他之前说万华是破口，然后选了之后又跟万华人道歉？选举考量嘛，所以我跟大家建议过，陈时中20到24岁的支持率只有6%，25到29岁支持率只有11%，所以我叫他你赶快跟年轻人道歉嘛，搞不好是年轻人支持率回升一点呐、啊嗯。他对年轻人真的有吗？因为大学生打不到疫苗，还要他们自己照顾自己。年轻人对陈时中的不满，直接反映在民调上面，大家自己去看。不要再多说了，只要投票出来就知道了啦。是，好，我们非常谢谢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